一楼两个教室，一金一火，不是一金一土。哦，纸鹤是变那啥的，他没追我了。纸鹤可以变道具的。对，你看，啊，能听见我说话呀？ 啊，不能，能啊！我两个教室一金一土，我是水，他不吃，他吃金的，你第二个被吃的。 整懵了呀，不会玩这个图啊？按 M， 他还是什么压迫，然后吃金是吗？不是，现在都没啥天赋，都是开局吃金的。都是开局吃金的，没有带什么压迫摄取是什么水土啥的？好像是，你看咱们人类都没啥东西，他估计也没啥东西，反正我看别人都是先吃金的。那纸鹤是它能变道具是吗？对对对，你把它抓住过后就可以把它变了。 好吧，你看那啥，一楼动金，就没找到水就可以了。但一楼是金土。哦，一楼还有个墓。我靠的！ 给他金掏我一刀。 我就剩三个破了。鬼，一楼闪现。好的，在东部。木，我给你丢一个片啊，看到了吧？木在一楼画室。不对，没锁，还在追我。 接着动第二片木，好像隐身走了，小心点。大楼梯啊！鬼在大楼梯，差一丝就能进的。 就啥直接走，还在追，还在追。二楼找一下阵眼，报一下阵眼位置。我在那个，等一下，我再看一下。这个能用罗盘吗？你带罗盘就可以用，没带罗盘就你都要开，你必须得开层用。 一楼大战室有一个碎片没开过，水在那个体育器材，对吧？我去！我靠！ 鬼在教室办公室，小野打的，知道。好的，动木了，哇，又偷一刀。这里没水啊，到我那。 那个，我在教室。小弟在一，我动火了，我知道，动火了。还在一楼隐身，隐身二楼，小心啊！
我在那个体育器材室外面，水在体育器材室外面，就是那个大楼梯上来之后，那不是火吗？我大楼梯上来之后左拐那个小道里面，它在楼在那个楼道里，楼道中间。哦，我知道。不起了，不起了，有土的那种。有土位置吗？土，土在一楼教室。还在一楼追，直接拉，直接拉。妈的，把我眼打瞎，很烦。还在追，还在追，该动动动，该动动。哎呀，这么久没人来，然后来了来了。哎呦！来找一下八卦阵，八卦就在这里是吧？八卦，那不是那个土在一楼哪个教室啊？我瞅呀，开动动啊，只有四五分钟了。卖罐回来，罐回来了。我每天还吃不了，我才一直追。这是个卖罐。你吸破没有？他让你吃。没事，我还有三个破，还吃不了。土在哪儿？我不跟你说，一楼另一个教室。一楼四个教，三个教室。那边是个卖罐。我现在下一。哎呦，我这边卡 bug 了。我下一，我下一给你发去。八卦阵在实验室和大教室中间。小丽在我这儿。我下一给你指一下位。他嫌我大了，现在。实验室和大教室中间。他在追我，现在。的墓旁边。追上二了，大楼梯。大楼梯上了。就是在招生办旁边的教室，他现在二楼追我，也没有，没。其他队友我不知道在干啥，我气魄没了，包吃了。八卦封一个，三寸平台，咫尺清明。鬼在一楼应该隐身了，找不到位置了。在东部，在东部。哟，这直接一刀倒，挺厉害。东部不好动啊，东部跟八卦太近了。
水片就拿来动这个八卦吧。是我刚动完一片，刚。我去，这一刀真疼！你在八卦阵？啊！鬼就在八卦，刚套完一刀，闪现走。有队友来拉吗？刚起砖机了，我跟你说，又让杨大来砸了。还在追，还在追。哎，我去！哎，我是金，哎，我第一顺。你俩好歹下去救一下人呢。我感觉这俩三挂机呀。有一个是趴那不动了，还有两个在楼上。现在先别急着下，让二楼那个找阵也动一下。你现在盲目去救这个宋，开大了，在二楼开大，你去救人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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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赶紧救，救完赶紧走。别追了，小心点，救完赶紧走。刚开始说自己是水。吃水的自己小心点，下一个直接吃，你倒直接吃了。有打算动针眼的吗？我这边八卦可以动，我也可以动。我有个金，有个火，不知道针眼在哪里。金在一楼那个，我瞅一下啊，金在一楼的大教室对面。对，金在一楼大教室对面。然后火是在二楼。二楼体育器材是外边，你俩双动，你俩双动。你俩别在木这边杵着呀。这边木随时准备动吧，就等那边火最后一次。那边也在逛街吗？大哥，请打开地图。你俩出去一个，去楼上动吧。你俩这不然动不了。喂。